不少人喜欢兼职赚外快，利用网络求职，但是提醒大家小心落入诈骗陷阱。有人假冒知名火锅品牌海底捞，在脸书上投放征才广告，招募线上客服，民众透过加 LINE 来联络，对方还打造这个假的海底捞 LINE 账号哦，要求说要先收3000块钱的押金，还有拍证件，开出了优渥的薪水条件。而对此啊，海底捞就特别提醒民众，招募活动资讯只会在官方脸书还有 IG， 或者是用人力求职网站，并不会用 LINE 要求求职者付押金，要个资，请大家要特别小心。工作人员表演甩捞面，增加民众用餐趣味。知名连锁火锅店海底捞全台有14家分店，规模很大，但近日有民众看到疑似是业者的征才讯息，上头写着线上客服招募中，时薪200元起，正值月薪42000元起。实际进一步询问，结果对方用赖回复说要先收取3000元押金，确保可以长久配合，另外也可以居家作业，每天只要10分钟就可以领取500到1500的薪资。看似优渥的条件，当你有兴趣了解时，对方就要你拍健保卡或身份证上的个资给他，小心你可能已经踏入诈骗集团的甜蜜陷阱。这种学生会比较吸引，就看不出来是假的，可能就会被骗到。海底捞名字蛮大的，所以如果拿这个名字骗人，还蛮糟糕的，会觉得他们付得起。对此，台湾海底捞表示不会要求汇款或索取个资，招聘活动资讯任明官方 FB 或 IG 或是人力银行上的征才消息。针对网络求职，有专家点出，如果薪资条件远优于工作内容资历，以及要你先提交前证件，最好要向求职平台或公司查证，比较具有高风险的关键字来进行过滤。你工作地点在海外，然后你从事的工作又需要去客服来源或者是平台以及内容，你都要去注意哦。现代人喜欢斜杠，想多赚点外快，民众求职还是得睁大眼，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待宰肥羊。这杨宗彦、王秋敏台北报道。